其實喺全世界嚟講，香港係全世界最大嘅魚翅貿易同埋消費嘅中心。作為我哋喺香港嘅居民咧，我哋嘅消費係會對大陸嘅消費咧都有一定嘅引導嘅作用嘅。所以我哋喺香港居住，我哋對於全世界嘅魚翅消費、魚翅貿易有好大嘅影響，舉足輕重。我覺得喺香港做呢樣活動咧，會特別有意義。因為會影響整個全球的魚翅貿易和呢個自然生態啦。呢條是鯨鯊 （whale sharks）， 咁呢個係魚翅啦。點解呢度有個 bandier 咧？因為我哋食太多嘅魚翅啦。其實食魚翅咧對身體並冇營養價值嘅喎。咁而且可能仲會對身體有害添，因為佢入面有水銀。但係如果魚翅喺鯊魚嘅身上咧，咁佢就可以自由自在咁喺海洋入面生活，因為佢係我哋嘅高級捕食者，喺我哋生物鏈入面有好重要嘅作用。咁請大家加入我哋啦，之後少食啲魚翅，咁我哋可以見到更多嘅鯊魚喺海入邊，見到更加平衡嘅生態。多謝曬。